你别看着洞小你不挖了，差不多吧，嗯，差不多。昨天挖了四五十个，今天不得有所突破呀。你就挖着看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只要这个水一跑了，它就是那个什么，它就是线，它就是挖到洞了。哎，它这个线太累了哈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没事，慢点慢点，只要不跑就行。是了。看看这个是显得洞小的呀，洞小这些不小呀，你多大小？我戳了这个头了。你戳了头了，没事，这个叫挖深点，戳了头就挖深点。你别闯，别闯，就是慢慢的挖，使劲怼着就行。他，你是海盐子上的，应该学这个东西，应该学得快啊！啊，这是第六分的。嗯。深度差不多了，就是那灵魂一铲弄好就行了。哎，对。谁说的？多大小？你跟他看看来，让他看看多大小。那，你看全都是大的，还小呢。那就让小柱挖。不好挖，接着不好挖哈。刚才我在哪个水里也看一个这样的，就不。把水堵堵，一会儿它浪就冲过去了。多少哈？啊，我才挖了挖的了呀！这得挖多少沙呀？这挖了，再挖一个称完，得挖一方。啊，行了，不挖的了。应该这样子应该好挖了。圆在下边，哎，对，在那儿。能断出来吧？哎，别了，错了，应该泡不了。哎，这样泡不了了。拿着吧，拿着。大，这个大，又一个大的哈。碎就碎了吧，没事。哎，这个是。哎呦，这很大哎。你很大，看你水平了。试试吧。我还不得放完了，你看我的。这不是，他这个是咱方向，这上咱的头，他那边写的。他那弄着了哈。他是说咱的，把他狗肉端他。再挖深点儿，挖深一点儿，快往里淌水了！我去，往里淌水，但关键水不好弄啊。超级大的，看他只要怼对眼儿就行。应该跑不了了。应该跑不了了哈，应该跑不了了。要碎，慢点，温柔点就碎不了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啊，这个大了，看看来。我去，这个大哈。
啊，西施石就长这个样哈、啊，这是大西施石。啊，看看哈、啊，看看它挖成王的第二天弄了多少？西施几个？西施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十一个哈、啊，十一个西施石，算上碎的十二个哈、啊，大西施石哈，成王呢？成王二十六，算上碎了。算上碎了二十六个，上次挖了两个哈、啊。哎，可以，进步很大，继续哈、啊，努力。